知道我刚才时空旅行的时候见到谁了吗？朵拉什么梦？全军出击！时间正在流逝。知道我刚才时空旅行的时候见到谁了吗？朵拉什么梦？抠学个炸弹，炸弹的图标是什么东西？是中单兰博，这洛克萨斯之手指不定搁草丛里头呢，这是要干啥呀？这你要做什么呀？这真吓人呐！真吓人呐！加把劲！干什么？哎呀！这一只小心点了啊！好，学个减速，平 A， 这怎么打到我的？减速，啊，平 A， 细节还不错啊，这落手。知道为什么说他细吗？因为他 W 没有立刻放，立刻放减速就重了，知道吧？我的炮车，嗯、啊，太好了！哎。他马上就打不过我，撇地雷，减速，致命点烟，哎呀，原来是我们家赵信呢，给我吓一跳啊！快跑！他闪现还交了。挺好啊，加速，可以，信哥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，那落手马上出来了，刚才我正好钱不够，这回钱还够了，挺好。其实我们最好是先来个西地海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虚区太低了，算了。插个眼儿。减速，再减速平呗，平呗，就位，撇地雷，撇地雷，减速。撇地雷，撇地雷，减速，完了，这波好像有点够呛了。啊哈啊哈！
真傻逼呀、啊，蓝林汉呢？怎么能让他拉着呢？怎么样也不能让他拉着啊！这让他拉着确实是不应该。快赶紧出门！打老人，不要脸的东西，欺负我老头。其实我也应该带疾跑，他跑我也跑，省着我们跑不过他。晃啥呀？啊，你晃啥呀？我能再让你拉着我一下，我就不叫蓝林汉啊。除非他闪现拉，这没办法。时间正在流逝。哎。我改名啊！啊！我以后改成叫彭于晏行吧？哎，这怎么拉着我的？这是啊！这拉好远啊，为什么能拉到我呀、啊、这个拉。哎呦我天哪，不应该呀、啊。以这个位置的拉跟他这个位置的你怎么能被拉到了呢？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有点生气了。从现在开始我再让他拉着我一次，我就不叫蓝林汉啊。让他杀了两把，这不应该呀！加把劲！居然让个傻子杀了两波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哎。哎，哎，灌篮。喜欢灌篮是吧，小伙子？附个 W 技能。Shut down。他刚才是不是交疾跑了？哎，这小兵们还没死啊！他交疾跑了就行。
哇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吓死了我。你还有技能吗？回家了。你有蓝吗？我有蓝啊，怎么没蓝呢？来个什么呢？来个永霜吧。啊，我折磨折磨他，我折磨人啊。来个永霜折磨人怎么样？要么老头出啥来着？出这个吧，蓝炼汉的苦楚。要不然还是苦楚吧。减速，地雷，再减速。撇地雷。撇地雷，减速，撇地雷，减速，撇地雷，撇地雷，再减速，平雷，平雷，平雷，撇地雷。撇地雷，哪来个蓝波？还抢人头！哎呀，中单来了！太好了！我刚应该直接定蓝波好，我把蓝波定住，然后我们走，其实能走。刚那波稍微有点贪人头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有点贪人头了。必须。他们家 AD 是啥？小黄毛还好吧？还好，还可以接受。中路没了，注意一点啊！我们先推，撇地雷减速，减速撇地雷。撇地雷，看着点中单呢。这小子买了三瓶药，你干哈呢？你干哈呢？你要杀我呀？
我真害怕。把这卖了吧，来个蓝林汉的仆从，这大棒子一会儿可以出点别的啊。关键永霜那玩意儿吧，距离太近了，不太适合我老头。挺烦人的这小黄毛。你敢回头吗，小东西？嗯，给个经验升级，小龙团一波跟你们来来来来。送完就挂机，真他妈的菜。二连二连二连，哎呀我操，二连啊，为什么不二连啊，刚才你二连我接个地雷啊，你这我都死了，别打了吧，算了吧。挺不像人呢，这小黄毛应该是死了，嗯，有没有蓝？这牛也是个傻子。敲个 buff 都敲不着。啊？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就是有点太想先手了，你知道吧，这样是其实是不好的。我们现在要作为队友之队友的顶梁柱，知道吗？这么的啊，先给他来点经验。我们的位置要非常的靠后，这波美甲窃魂卷有25层，其实可以赢。自爆卡车，信哥 ，nice， 可以继续。大龙啊，大龙，不好办呢。你要废点大龙也行，我马上大招好，可以上去卖一个。继续继续继续，快快快快快！
螳螂掉气儿了是吧？螳螂，螳螂才九级，螳螂掉气儿了。哎呦，我好消息啊！给个大，别开啊，别放。挺烦人的，这塞纳。死了死了吧，没关系。我没出美甲窃魂卷。来个大棒子，我们直接来个猫子，这咋死的？他们少个人，中推，直接冲，我有 R， 别怕。直接冲。啊，对，大天使没图呢，大天使猫子。我们先给赵信经验吧，啊，赵信升了，那我们给 ADC， 给了 ADC 300多点经验，直接给大，给我往上冲来，给加速，拿下。美甲窃魂卷，再减速，哪来个兰博？直接给我上，别怕啊，别怕，自爆卡车往上冲，加速，再加速，别怕呀，你冲啊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，你给我冲，你给我往上冲，你就是自爆卡车，上，现在把你那股虎劲儿给我发挥出来。别怂啊，直接冲，谁也别怕。我就是你们坚强的后盾。我是机。我这炸弹吸地也挺快的。ADC 都可以直接往人脸上冲，没事，谁想冲谁就冲，来加速来，不用害怕，你就没血就往上冲，我二连他，
我就不往上冲了，你们冲吧。那牛头怎么不连呢？你就连他呗，他给你躲了，你那你就印，对不对？跟他们说了也不听，就害怕，也不知道怕啥，你就往上。这太脆了，这给我干，回头干呐，怕啥呀？这怕是个屁呀，他啊，他是个屁，你跟我说一下，我干，不要害怕，往上冲，我跑了。一个落手了，这塞纳挺讨厌，不过他也死了，牛头吃鸡了。没用啊，这法传棒，我们还是得来个猫子。还有个螳螂，螳螂搁家里画鸡呢，不算。哎，再来一下超级兵，这超级兵不给来一下子，漂亮，占个主基地了。没个经验啊，给我冲美地西，你跑得太快，我追不上。你回家干啥呀？哦，没蓝了。那你早你咋不回家呢？信哥，我也炸这儿。先跑一走，小黄毛让我定住了。